Hello everyone. 大家好。Welcome back. 欢迎大家回来。到这个金刚世界之旅的系列。那我是 Ali Hustle。我是这一个系列课程的主持人。首先我想要谢谢各位今天来加入我们。我真的无法相信我们这个一年的挑战当中我们已经过了一半了。大家可否在你可否在聊天区告诉我们，如果你在今年当中每一天到目前为止都有冥想的话，或者说至少一个月有冥想到一次的，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就是有真的去实践这一些非常棒的冥想。然后我有看到很多人哦，那我的下一个问题是，有谁有用过我们的 ACI 平台上面的冥想计时器呢？然后有面对一些障碍，有遇到一些技术上的障碍。我知道有一些同学可能遇到那个时间停不下来，然后你莫名其妙的多了很多的冥想时数，是吗？好的，那我们今天非常兴奋也非常荣幸的可以邀请到一位很棒的 ACI 老师。他是其中一位有做过三年大闭关的老师，最早期的三年大闭关。那他也是 ALL 的总监。他非常著名的一项工作就是在全世界去保存亚洲经典。那我们非常的幸运可以邀请到他去带领我们做今天的冥想。那我想要介绍一下 John Brady， 请大家展现一些对于老师的爱，可以给一些爱心，也欢迎打开你的镜头。So, yeah, thank you, all of you, for joining us today. 谢谢你们今天来上课。All right. I will close my camera and. 好，那我就关起我的镜头，然后我们欢迎 JB 老师。谢谢大家今天加入。All right, sorry for that. 好，很抱歉，又是我了。那我们现在还有一些老师有一些时间上的延迟。那感谢大家的耐心。
同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运用这个时间。有谁想要分享一下关于你在冥想当中有领悟到的一些洞见呢？如果我们能够一起分享的话，我们就可以互相学习。有没有人想要当第一位来分享呢？不要害羞，不要害羞。Okay, I won't be shy. 好的，那我就不害羞来分享了。有同学说，I wanted to thank you in this program. 那我想感谢这一个课程，谢谢 Ale， 谢谢 Tim。那这一些冥想对我来说非常有用，让我回到我的冥想里面变得更加强大，所以我非常感谢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跟大家一起冥想。那我希望我们明年可以继续哟。阿里说会的，这一种课程我觉得是应该继续持续下去，就是年复一年的。I can speak, Ola. 聊天区有一位同学说 ,Ola 说我没办法打开麦克风，但我觉得有两件事情在冥想当中是有帮助的。第一就是为他人去做冥想，第二就是在你的冥想当中试着去帮助他人。阿里说我也非常同意。阿里说 Alexa 有没有要分享的呢？我知道你的冥想也非常棒。Alexa 说我没办法打开镜头，但我觉得这个冥想帮助我的意识更加的清晰，然后也更能去跟人们去连接，就是一些我可能本来觉得很平凡的生活当中的人，当我去工作，当我回到家，可是透过冥想，它让我去更加的理解和跟他们更深的连接，以及提醒我为什么要服务全世界。阿里说谢谢 Alexa 的分享。那还有没有其他同学想要分享一下你的冥想练习今年给你什么样的学习或洞见呢？目前 JB 老师好像面对着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所以大家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这一堂课将会是非常精彩的。好，那有没有其他人想要分享呢？ Lucy？还有其他分享吗？没有的话就我自己来分享咯。那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是非常兴奋却也非常的害怕，说哇要冥想一整年耶。那结果呢，就是忽然之间当我跟我的老公分享我这一个挑战，就是他又不冥想，然后也不练瑜伽，然后也不学习佛学，可是他却加入了这一个挑战，因为他发现到冥想的好处。那更酷的是他加入了这个冥想并不是为了让他自己去学习冥想，他加入这个挑战是因为他希望当一个活榜样给我们家里小儿子的一个活榜样，然后请让他也会开始冥想。
那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为什么 ACI 一直都不停歇的在做这些课程，因为我们都知道透过这样做可以去转化很多人的人生，也许是用冥想的全年挑战，又或者是一些 ACI 的特别课程。哦，我们老师来了。Hi JB， 你好吗 ？JB 说：“我很好啊，很抱歉我迟到了。”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and I'm glad. 谢谢大家的耐心。Thank you so much. 我也非常高兴在这边看到你们。阿磊说：“谢谢今天来给我们教导，也谢谢你给我们一些额外的时间去互相连接。”JB 说我非常的兴奋来讲这一堂课，这个我们在三年闭关里面有做这个四空间冥想，就是在最后一年，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年，就是三年闭关里面最后一年，格西麦克教给我们这一个冥想，就是在我们的三年闭关的最后一年，所以后来它就变成我自己个人最喜欢的一个冥想。那我今天也非常高兴能够来这边跟大家分享，然后我就想说也许我可以给每个人开始的时候有一点点的介绍，在我们开始冥想之前可以吗？好的，这个四空间是非常古老的一个冥想体系，是来自阿毗达摩俱舍论，就是更高智慧宝库。大概是公元250到300年的时候，那它是让我们去在意识里面概念里面去理解四种不同的空间，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空间，像我们的坐着的椅子，我们自己的身体所占有的一种特殊的空间。而在这一个四空间冥想里面呢，我们要训练的就是我们会体验到两种肯定的空间以及两种否定的空间，是非常有趣很好玩的，就是在概念上去把玩这一个空间对于空间的概念，以及我们如何感知空间的。因为在这一个冥想的公式里面的一个部分，就是去领导我们去理解，在很深的一个程度去理解空性，那个缺失，就是某些事物的缺失，基本上就是那个关键，去引发我们的意识能够进入到空性里面，然后让我们的意识可以去调进那个对空性的直接感知，就直见空性。所以我看待这个四空间冥想，就是首先要去分辨我们真正想要专注的是哪一种空间，然后第三、第四是真正的空间，就是那种否定的空间。那前两个是肯定的空间，就是有跟无的差别。所以前两种空间是一种暖身，让我们可以让意识变得清晰，专注在这个练习当中。然后第三、第四种空间，我之后会带领大家做。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开始去把玩这一个空性的世界，
这个就是当我们用概念的分析去想这两种无的空间，就是这两种否定的空间。这里就是比较有趣的地方，因为第三种空间就是你真正会去理解，就是一种更深的去理解缘起的概念。然后第四种空间就是去理解你跟我是如何创造出我们现实里面的每一样东西的每一颗原子，就是在概念上去理解从无始以前的意识，就是空性的开始。这是一个非常深非常深的冥想，那我们可以稍微去把玩一下这一个空性的世界，然后更加的真切的去体验一下跟理解这一个空性到底是什么一回事，然后也许就有能力可以去引发我们只见空性的能力，如果我们做这冥想做得很好的话。那我们现在来花点时间来做这一个冥想，然后之后呢我们就会有个问答环节，就是如果冥想之后大家有一些问题我可以来回答。All right. And we have an hour, right? One hour or an hour? Okay. 我们有一个小时对吗？也许可以超时一点吗？ Yes, of course. Okay. 阿磊说当然可以。好，也许我们会超时几分钟，因为我迟到了。Still on? Yes. You have been signed out because your account. Okay. Okay, good. All right. 好。我的网络都正常。I'm going to set you up. 那 get comfortable. 现在呢，大家先准备好一个舒服的姿势，无论你现在坐在哪。我现在身处在一个非常漂亮也非常安静的在法国的一个饭店当中。那如果你坐在椅子上，那我们会先去检查那个七点的姿势，先把鞋子脱掉。虽然这个不是七点之一，反正就是让你自己舒服，所以如果有穿鞋子或袜子的话，也可以把它都脱掉。然后试着感受一下你的脚底下的地板，感觉到接地，感觉到你接地在这个地球上，这样可以让我们的练习更加的稳定扎根。然后来到你的下半身，我通常会提醒大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可否把你的肚子微微的向内收，这样可以帮助你让下背 让你的腰更加挺直，就是让你的下背不会垮下来。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要确保下背不会弯腰驼背的，我们要保持一个正位挺直。那透过收肚子，把腹部往脊椎的方向收，在结构上会帮助你的身体挺直。然后胸口肩膀打开，那我们的顺序会稍微换一下，那你用你的手，然后看看你的双手要放哪一个方向，你自己可以两个都尝试看看，掌心要朝上还是朝下，去实验看看哪一个对你来说是比较适合的，就是让你的肩膀不会有太大的压力，感觉会
揪在一起。And then position the hands according to our arms, right? So we have to 因应你手臂的长度去放你的手的位置，也许可以放在你的大腿上，找到一个最适合的位置。那下一件事情我会做的就是把肩膀往上、往后、往下、往前转，就是转个几圈，就是稍微让肩膀放松，因为肩膀很容易有压力，会耸肩。然后下巴应该要与地板平行，没有往上提，也没有往下降。然后我们尝试放松嘴唇、眼睛、额头，尝试把整张脸都放松。那最重要的，我认为就是我们的头顶，想象好像有一条细细的线往上，把我们往上提，就是轻轻的。那当然还有我们的双眼，我在禅宗里面受了很多年的训练，在我遇到格西麦克之前，那我们的训练都是在冥想开始的时候，先让双眼微开三分眼，而让我们可以感觉更加平静，然后我们的意识不会一直往过去或往未来跑。然后当我最终找到我要冥想的对象的时候，我的眼睛自然就会闭起来，然后接着就到呼吸，而呼吸是一个关键，它是呼吸是我们在开始正式的冥想之前的一个专注的对象。大概两分钟的时间，我们会追随着自己的呼吸，一吐一吸，这样子去数你的呼吸，会数三轮的十个呼吸。当我们开始去数息的时候，是让我们开始去培养一个稳定的呼吸节奏。那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最后一个动身体的机会就是现在，所以如果还有最后的一些调整要做的话，现在把它做完，然后开始对自己说，接下来的30分钟我不会再动，不论发生什么，即便我的额头如果开始痒，我也不会伸手去抓。那我们开始数息，吐气，吸气，一，吐气，吸气，二，吐气，吸气，三，吐气，吸气，四。Begin the count on your own. 开始按照你自己的节奏继续数。记得，如果你的心事开始带你去编故事的话，就重新从头再开始数。现在我们大概有一分半钟的时间在数息，
然后才会开始冥想。Focus on the parts of our body that feel a little bit... 专注在身体一些特别紧、特别不舒服的部位，然后把呼吸专注在那。Begin the final count of 10 breaths now. 现在已经数到最后一轮的十个呼吸。Now let's enter the four empty space meditation. 现在让我们进入四空间冥想。Let's enter the first. 我们进入到第一个空间。Imagine yourself in a. 想象你在一个夏日的日子里。不太热，也不太冷。The sun is shining. 太阳照耀着，蓝天包围着我。天上没有任何的云朵。We settle down in a perfectly comfortable. 我们让自己安定在一片非常舒服的草地上，躺在草地上，感受到大地的清凉。我们每个人应该都有一些躺在草地上的回忆。抬头看着天空，是非常广阔的，东南西北方扩展出去的天空。你就只是凝视着非常美丽的蓝天，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情打扰你。这是很好的方法去放松你的身心。你的意识里面什么都没有，就只有这一片纯粹的蓝天，清凉的草地，舒服的躺在一个夏日的早晨。
imagine that you've taken your shoes and socks off. 想象你把鞋子、袜子都脱掉，去感受到那个清凉。你的心境里完全没有任何的担忧，只是享受着那片蓝天。你的双眼观察着这个天空的美。随着太阳慢慢的下沉，天空渐渐的变成深蓝色，然后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你发现那一片蓝渐渐的消失。我们进入到第二个空间，你仍然躺在草地上，仍然在享受着那个深蓝色渐渐的转化成暮色，随着太阳渐渐的西沉。那些各种颜色的交替忽然之间全部都暗下来，天空变成黑色的，我们的双眼调整到这个黑色的天空，适应了之后，开始看见我们头上出现的第一颗星星。你看到一整片的漆黑的天空，然后渐渐当我们的眼睛适应了漆黑之后，越来越多的星辰就能看见了，就好像钻石一样挂在漆黑的天空中，跟你之间有浩瀚的距离。这是夜空的魔法展现在我们的面前。非常多的星辰，无限的星辰，无限的银河系，我们在体验着我们自己的银河系，在那个夜空当中无数个银河系当中的其中一个，在这一片漆黑的天空中，有白色的钻石挂在上面。想象当中其中一颗或两颗的星星，他们的光可能要经过几百万年光年才能够到达你的眼睛，让你体验到它的星光。感受你的意识有一种扩张的感觉，
因应着这个宇宙无限的特质，你的意识也跟着扩张。你现在所看见的星辰，只是这个宇宙的一个小小碎片，在这个宇宙一切的伟大美好当中的一个小碎片。现在我们要进入第三种空间。天空非常的美丽，漆黑当中有无数的星辰展现在你面前，而你躺在草地上。第三种空间是一种对空的空间的第一种的直接理解。我想要你去连接上你躺在草地上你的身体所占据的空间。你的身体事实上是被放在一个空的空间里，那个空的空间允许你的身体躺在它里面。然后用几秒的时间让自己移离开那个空间，离开那个空间稍微远一点，然后再慢慢的回到草地上刚刚的那个空间里。它仍然是空着给我们的，它被你的身体所占据，它允许你在那边。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感觉不像什么。当你在草地上滚离开那个空间，再滚回来这个空间里，并不是像你泡进一个装满水的浴缸里，并不是像当你把自己泡在装满水的浴缸里面。而把那个浴缸里面的水溅出来，因为你的身体占据了浴缸里的某个空间，而导致里面的水涌出来，不是像这样的感觉。你现在在草地上身体占据了空间的感觉，跟浴缸里的水溅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量这个空间，我们可以在概念上，在理论上可以去量这个空间它的长度，它的宽度，去感觉一下你所占据的那个空间并没有因为你进入了那个空间而把它挤出去。事实上你是被吸收到那个空间里，
你并没有把任何东西推开。当你在进入这个空间的时候，它不是分开的。也许可以稍微的感觉到那个空间在你里面。This is a very interesting place, the third space. 这个第三种空间是很有趣的一个地方。这一种空间让你和我，我们都是非常肯定的存在，我们是会改变的事物。它允许你和我这样的肯定而会改变的东西，我们的身体和意识去被融入在它里面。在一种否定的空间里，我们继续来到最后一种，第四种空间。你躺在草地上，占据着草地上的一块空间。天上的星星非常的可爱漂亮。想象在远处的那一些群山，也许在你的背后有一条非常美丽的小河在流动。同时上面有一些非常漂亮的树木长在大地上，吸收着土地里的水分，土地里的养分。那些养分顺着树根去到那棵树的里面。Constantly breathing in and out. The life force of the tree is dependent on it. 那棵树不断的也在呼吸，而且它也依赖着这些各种的因的系统，水的元素维持着这棵树它的健康，泥土里的养分支持着这棵树的生命，树会呼吸，吸进氧气、氮气，有气体的交换，而那些群山是来自十万年前火山爆发之后，那些熔岩留下来慢慢的硬化而形成的。你看到山顶上、山峰上也许有一些雪，你看到的这些树、河流、美丽的群山，在漆黑天空挂着的星辰照亮了你的眼睛，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呢？几十亿万年的创造过程，
全部都来自你的种子。你创造了那些河流、那些树、那些山、天空的漆黑、漆黑当中挂着的星辰，是你的种子，让你在这一刻体验到这一切。从几十亿万年以前，让你和我现在能够在这个新的生命当中去体验到我们所创造的这一切。我们认为树的因是取决于水分、养分、阳光。我们理解到山峰上的雪会成为河流，让所有的生命去吸收那些水。现在来想一想，那些各种的因，它们的因又是什么？你的种子现在创造出一个意识的图像，创造出你自己经历着无限的时空。接下来我会弹指，在你听到我弹指的时候，你的意识里所有这些漂亮的图片都消失。在一瞬间当中，那些河流，那片漆黑，全部荧幕上的影像都变得一片空白。我们种下了种子，让自己去感知到这一切。当一切全部都消融之后，只剩下一片空白的荧幕。回到草地，回到躺在草地上的你自己，感觉重力拉着你往大地。回到你的呼吸，张开你的眼睛去看着蓝天。然后伸展一下。有两个版本，那刚刚这个版本是格西麦克在闭关当中教我们的一个版本。那在 DCIG 基础七阶的冥想课程里面有一个新的版本，
所以也许我们可以找另外一个时间来做那个版本。那两个版本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可是他们的目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就只是稍微有一些细节上不太一样，就是关于这个四空间。那这个四空间的其中一部分的目的就是去让你跳脱你目前看到的现实，就是我们身为人所体验到的，然后试着去体验那个缺失，然后去感觉到是我们的种子在投射一切的事物在那个空白的荧幕上，这然后成为我们的体验。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可以去让你的意识掉进去那个空性当中，那是很需要我们去习惯做这样的练习。那前两种的空间是让我们的意识可以平静，然后可以在当下培养起专注力。那我做了27分钟，刚刚应该我们在家里要做更长的时间，我会花45分钟去做这个冥想。你要让你的意识有机会去感受到那个四空间，是非常有趣的，因为有时候你会有一个很细微的浅尝到那一种你把一切都推开之后的那个缺失。就是一个肯定的东西，然后把自己这个肯定的东西去重叠在一个否定的空间里面，那这个是我们可以在未来可以去思考的其中一个部分。那我现在开放这个时间给大家问问题，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来说谢谢 JB 给我们那么精彩的一个冥想。那我们现在邀请大家去问问题，可以打在聊天室，或者也可以打开你的麦克风来问问题，问 JB 老师问题。我们有一个提问来自 Ola， 这个是不是我们到达冥想第九阶第九层的冥想呢？ JB 老师说这个不太一样，那一些各阶的冥想的概念是去体验各个不同界，就是色界、无色界等等各个不同界的体验。我们也需要在那种冥想去做探索，但那个冥想的真正的目的就是去遇见你的老师，就是你要经过色界、无色界，然后在那个冥想当中去遇见你的老师。就是葛西麦克说那个他把它称为美式早餐的那个楼层，就是你可能来到10楼，就是你才能够真正吃到美式早餐的地方，那一层楼就是当你遇见你的老师的地方。你会很深刻的理解这一个并不是一个巧遇，就是你遇到这个老师
无论是你十年前、二十五年前遇到他，什么时候遇到他都不重要。他是来自缘起，你这个老师，不论你的老师是谁，都是缘起创造出来的，都是来自这一种因果，所以是关于你如何创造出你的老师。其实我们的种子是无止境的在创造着我们的现实，即便在我们说话的这一刻也仍然在创造着一切。所以这个课题有很多可以说的，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体验。所以我们应该有时候也来做做那个冥想，就是人们在那个冥想当中都有很多非常棒的体验，就像我们在钻石山之前体验到的。阿里说谢谢 JB。 下一个问题来自 Brian。 Brian 你好，谢谢你加入我们。他问说，当我们在想空白荧幕的时候，他感觉好像我们在对着一个肯定的对象在冥想，有没有另外一种比喻是让我们更加能够掌握那个否定的概念呢？ JB 说，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就是当你去想象空白荧幕的时候，其实它不是 真正的空白，就是真正我们想要找到的空性，它不是一种本身存在的东西。可是要去解释我们的意识图像以及我们周围的一切，那葛西麦克讲到其实有两种的空白荧幕。那 第二种是我们专注在讲的，就是空性。所以第二种空白荧幕的解释，就是让我们去掉进去那个实际的体验到当中。就是当我们真正体验到究竟实相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外在的任何对话或者外在的任何体验，不可能是这样的形式的。所以它是一个对于空性，就是在直见空性里面那个体验的一种比喻而已。那有一个来自 Telegram 的群组里面的问题，我对于冥想练习有一个问题，如果我在跟随着这一个金刚世界的冥想练习，但同时我也在上 ACI 8第八门课，那我们在那边也有冥想的功课，那我也上了道次第44期，然后葛西麦克又叫我们对那个18个建议那个三妹也去做冥想，那所以实在有很多选择，我就有点困惑了，到底要先做什么，还是应该要做什么，或专注在哪一个练习呢？JB 说，哦，我们今天午餐才在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来讨论一下。那我在 ACI、DCI、钻石山各个组织都很多年了，那有时候我们有四五百个不同的冥想，就是老师会教的，就在这个体系里面。那在我在这里面已经超过25年，那这里面真的有不少于300个的练习，那当中可能有金刚乘的，然后也有中观的冥想，然后有各种的不同的冥想练习很多。那我觉得我们需要去尝试，自己去尝试各种的冥想练习，然后找到一个对你来说有共鸣的，让你的意识能够来到单点专注的方法，然后希望
就是能够带给你一种愉悦的感受，就是有这个漂亮感觉，这个漂亮的工具它会消失，就是即便在一个很美妙的冥想当中，你会发现自己可能会停止呼吸，你不需要呼吸，就是你的身体里面每一个细胞都在吸收着氧气。在一个好的冥想当中，你会有一个感觉说这个对我来说有效，你需要相信自己的直觉，然后你就要告诉自己说，哦，那这个冥想我觉得我想要持续好几周来试试看，然后你就可以深入那个冥想当中。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冥想都是尝试让我们去连接自己的精微体，这是一个不同的身心，我们必须得要有单点专注力才能够到达这个境界。那会有不同的结果，就是在不同的冥想练习当中会得到不同的效果，就我们会有回顾的分析性的冥想，然后有各种不同的分类。可是我觉得你需要有一种感觉，就是我相信自己，就是把那些冥想的手册看一遍，可是也不要觉得头太大，就是觉得哇好多冥想我要把它全部都做完，给自己三个月的时间去尝试，然后慢慢的筛选，到最后剩下三个最多四个的练习，然后在那三四个冥想练习当中就是游玩一下，给自己时间去探索一下，深入的探索。不然的话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手足无措，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而且我们不想要有这样的感觉，因为这样会跟我们想要达到冥想的目的有点本末倒置了。所以每一天你踏上你的冥想坐垫，你可能对于那个冥想的观感都会不一样，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不知道大家的感受是怎么样，这是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每一天早上我的身心状态都是不同的，或者在傍晚，如果你的练习时间是在傍晚的话，那有时候我真的是坐下来只能呼吸20次，然后我都完全无法做任何其他的练习。那也有别的日子里面，我可能是可以到一个很深层的状态，到即便你推我我也没有感觉，我也不会受到干扰。所以不要过度分析这些技巧，其实去相信你的直觉，感觉到你受哪一个冥想练习所吸引。可是请不要每一天都做一个不同的练习，所以试着连续5-6次都做同一个冥想，连续的让你有时间去学习它，真的扎根的学习。因为需要5-10次，如果能连续做到10次的话那是最棒的，让你可以去探索那个冥想练习，然后让你真正看见它的效果是什么。然后要记得没有任何一种冥想是不好的，就是每一个能让你把你 带到冥想坐垫上，即便只是坐在那边呼吸的冥想都是好的。那个世界，你的世界都会变得更好，你也会变得更好。所以不要批判自己，就是请不要说，哦，今天是很糟糕的一天，我做了很糟糕的冥想，请不要这样去批判自己，没有这回事的。只要你愿意踏上冥想坐垫就很了不起了，所以不要去批评自己，只要你愿意去做，这个世界就会因为你而变得更好。你可以让自己的意识停顿下来，也许只是1分钟，然后去停止你那个对于世界有错误观念的意识，这其实就是你需要做到的了。老实说，这就是只是为了这件事而已，就是不要想得太沉重，就觉得啊，我坐在坐垫上都没做什么，然后我的腿又很酸，然后背又很痛。你只要想说我有做到了，
我有坐在冥想坐垫上，我有去打破我无始以来的那么生生世世的那一个习性了。所以没有一个冥想是不好的冥想。阿里说谢谢 JB， 谢谢你的回答。那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是很重要的，是我替244位在现场听课的同学问的，可否请您回来教我们一个更深层的那个版本呢？就是今天这个名字那个版本。绝壁说当然当然，我这是我的荣幸，我一定会回来教大家。有时候可能你不要太不要对我太有礼貌，就真的要推我一把，就要催促我一下，继续催促我。我可是我承诺我会回来教的。阿里说非常谢谢您，我们也非常荣幸能有您来这边教我们，跟我们分享您的时间，请回来，然后请继续留下教我们。那也谢谢今天所有来跟我们一起上课的同学们，也谢谢所有的技术人员还有翻译，也谢谢我们的营销团队帮助我们去把如此美好的教导分享给全世界。那我们下一堂课再见，拜拜。